我到家了，等一下，后退后退，谁帮我开门？要放宝可梦卡吗？啊？宝可梦卡。有咖喱饭吗？有咖喱饭。那宝可梦卡？你有乖就有。有吗？我有买一种啊，可是他老板只剩一种而已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系的。我不晓得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啦。是有喷火龙的吗？好像没有吧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买几个？我买咖喱饭，也咖喱饭酱。你桌子收好了没？是咖喱酱还是咖喱饭？我有帮你淋咖喱酱，姐姐的是咖喱饭。没提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签进去，那你帮我关门。你，我以为你是剪锤。你说什么啦？你是剪锤的那个。剪锤的那个啦，我先。一个跟我要宝可梦卡，一个跟我要便当，真的是。我要看宝可梦卡。等一下，我先洗手。你先准备把桌上清一清。我先洗手，我先洗手。怎么了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其实那个 Costco 有卖。Costco 有卖宝可梦卡。不是那个讲错了。什么？不是全家，是那个家乐福有卖。家乐福有卖。我先拿一下我的脚架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先洗手。叫我看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再拿出来，等我先洗好手再说。你要先去洗手才能摸包包。不是，我要拿我的脚架，不然我的香蕉放哪边？你不准翻我的包包哦，这是我的包包，没有在这里，我收在一个神秘的地方。为什么不是那个？不能翻我的包包、哦。那为什么不是那个？你不要稳定器。你说什么？在家里不用稳定器啊，家里用稳定器。对啊，今天吃可爱村。可爱村，那你帮我点什么肉？扣肉吗？扣肉吗？我帮你点，不是。什么？什么？有豆干呢、啊。帮我点什么？你没有帮我干。炸鸡啊。全脂。我有帮你点哦，我没有帮你点豆干，你再加我的豆干就好了。我帮你点了两样青菜，我先洗手，你先洗手脱口罩，我们再吃。我那间书店，我去买的那间书店，里面东西未免太多了吧。就可爱跟旁边那一家，我差点就走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不是超多人，是东西超级多。你找宝可梦卡？我没有找，就问老板说他有没有宝可梦卡藏在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我买的是哪一种哦。有喷火龙的吗？我不确定。来拿去。这个。对啊。是喷火龙的，耶，这么大，只剩这个、有了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没有水系耶，对啊，没有水系哦，那有小气，是什么啊？姐姐，筷子不要放嘴巴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还给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有这种笔记本？这个是姐姐的笔记本啊。我为什么第三代？为什么第三代？第三代只有豆和龙、为什么没有二？第三代也有 AB 卡的，有 A， 有这种啊。好，先放着。我要吃饭了，今天吃可爱村。吃饭了哦。我们要先吃哦，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一包多少？六十。一样六十吗？一包，他卖五十，他卖比较便宜。比较便宜。对他那买的那个书店。啊，对，这一代卡变少。我们今天吃，我今天有多点一只鸡腿。在那边，这边没有啊。在那边为什么没有咖喱饭？妈咪的是卤鸡啊。没有咖喱。你说什么是？酱咖喱酱。咖喱酱有一只卤鸡有咖喱酱，这个有炸鸡啊。妈咪的是卤鸡是这个，这个有咖喱酱是你的。就沾到酱了，先擦。你看那个练习本可不可以？我多点一只卤鸡，大家可以一起吃。没有就不可以。
今天老板说怎么是我去买，我说因为我们最近都不能乱跑，所以就只好我去买，刚好下班。你想要豆干？因为你弟没有帮我加豆干。你要豆干吗？我的豆干给你啊。因为弟没有帮我加。他知道好男人的事情吗？嗯，不晓得，应该不知道吧？他应该没有在 follow 我们，只是我戴口罩，他也是知道我。他还问我骑哪一台滑板车。我说你今天没有骑滑板车、哦？我说没有，因为我今天骑电，他以为我会骑那种滑板。你都摔车，你不敢骑了。你就骑，我说我没有，我现在都骑滑板车。他以为我骑电动滑板。你要豆干吗？你够吗？嗯。你要吗？加一个。加一个。电动滑板比较容易被偷走，对不对？电动滑板，再一个来，给你两个。没有电动滑板。因为你要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咖喱饭，对，你只是要咖喱酱。偷电动滑板要不能干嘛？偷没办法电动，然后就会变成一般，也可以啊。他说电动滑板是像我以前没有手把的，这种应该像我滑这应该叫滑板车，电动滑板车。哎呀，太棒了，是吗？你要放那个对？嗯。我拿个小盘子给你放了，反正。那个就是电动滑板不是吗？那个是那个我们一般都叫滑板车。你用啊？对。你干嘛呀？就如果有没有要用的，对我说真的，你说什么？可以放在这里就好了。阿优最爱吃，阿优是炸鸡，不真的。然后，他煎菜很少哎，还要等，我还等了一个高丽菜哎。对啊，然后真的我比较想要二系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天哪，吃咖喱哎，就看一下你的咖喱饭呐、啊，咖喱饭有两个配菜，我帮你选了两个青菜，今天才临吃卤鸡。所以我比较想要二系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班级啊，和主演风，还有和索罗亚克与甲克人。哦，真的哦。但是斗系的只有一张怪力。其实你讲的我都不太清楚，我分不清，我只知道毒系。然后我还多点了一只鸡腿。因为毒系有它，好像是65块哦。今天总共吃了465。毒系有分那个。超梦跟梦幻合体啊！嗯，今天你还要不要鸡腿？如果没有，就明天早餐我把它弄加在，我可以把它剥一剥，加在那个蛋里面。好的，就看你啊，你要吃就吃啊。吃因为咖喱的肉很少，咖喱的肉比较少。你今天吃蒸蛋好吃吧？好喝，要芝士炸鸡。我可以，我下次，我今天明天把蒸蛋里面加尾鱼好，会好吃啊。你先加鸡腿，因为鸡腿不能放那么久。如果你没吃完。应该不会吃。嗯，怎么了？我觉得那一整包应该都是没有橘叉的。对，听说现在不一定有闪卡的，你已经可以做好了。他们那边什么连闪卡都没有。嗯。至少会有一张吧。嗯。一张至少会有一张。一包有可能没有。可爱村便当最棒就是它选择不多。可是它就是一样菜没了才会补，就是后面马上炒，所以你吃到菜都会感觉热热的，很新鲜。如果你用到最后一盘的，对，我们老板其实这样很可爱。如果你很想，他就慢慢跟你讲话。然后他就问我要吃什么，我就跟他说我老婆平常点什么，然后他说哦，哎、欸，黑马什么是黑马？我是说，所以不是你点，是老板帮你弄的。没有，我后来有跟他讲要改一下，啊，他说啊，您弄了卤鸡咖喱嘛，他就讲这样。我说好好，那再给我多两个炸鸡。那卤鸡、啊、那搞空肉的，后面没有。对啊，真的不错。好，高丽菜。真的蛮好吃的。你点了四个。嗯。没事。什么？我们三个又太少，四个又太多。我们四个菜是够，菜都吃得完。只是我们饭真的吃太少。哦，我真的已经跟他说饭少，我跟他讲好几遍，饭少。那个饭多。他没有问我会不会饿死啊？他有时候饿，只是说那还是也蛮多的。没有给少过，每次都很多。你下次就跟他说不要饭，
我一直有跟他说饭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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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咪有跟他说，妈咪有跟他说不要放过，但是还是要给。对啊，然后他对啊，因为不要饭的价格是一样的，而且可爱客的饭很好吃，然后一定要拿菜包，嗯，菜包真的很好吃。你跟他说我不要菜包，他说什么？他菜包是自己加的。我刚才问可爱村老板，说他们生意有没有影响？他说没有影响。便当就不会影响，因为现在大家都。比较不喜欢出去吃，所以有啊，他没有一种，他没有影响，就是大家会回家，只不会在那边吃。对，他就是对对对，会比较会买回去吃，就只有那个影响。对，他们原本就是外带比较多，对，原本就是拼外带。我们以前都会在那边吃，现在他们都。现在你一定不会在那边吃，对啊。那可是，反正便当业就影响比较少。哎，你要加快一点哦。就录到这里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晚餐。然后还有阿佑，只是老板有一个影响，就是他会戴口罩。哦，对，说老板现在都戴口罩，客人大概60%有戴口罩，60%了。对，没有到全部。好了，拜拜。那路上大概有99%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么多，我觉得路上现在70%到80%有戴口罩。还有戴60%吗？哦，60%那么小吗？对，哎，你这个被坐好，你有点歪歪的，你整个人都歪了。歪歪，所以像所有人都基本上都是有戴口罩，只有体育课的时候会拿下来。对啊。好了，你就录到这了，我们要吃饭，拜拜。